这个我怎么看？超详细教学交给你。OK， 我们今天讲解一下 DD 编舞的刺痛这片呢怎么去跳。然后音乐前面是有 1,2,3,4 四个前置动作啊，这里比较好记忆，我们单独的拿出来讲解。首先我们看手啊 1,2 哎，是不是就是在贴合歌词？一就比一，二就比二，然后有一个方向的传递，哎，直直的打上去。哎，然后传下来就二，注意手平哈，不要翘起来了。接下来继续往下传 three， 哎，这一个就是小学生上课，咱们把手合好就行了。four 呢，将就这一个关手的动作进行一个打开，哎，对了哈，然后这一个打开呢，要注意下手扯下去的这一下哈，不要垮掉了方向，它还是平行于地面的。右手更要注意，要越过头顶，不要揪脑门哈。好，然后 four 呢稍微复杂点，还没有结束，它还有一个手肘相互吸引的动作哈，就像磁铁一样，哎，你看手指尖朝向是相对的，这个可以慢慢的练，你先去做这一个拉开手臂哈，然后左手翘起来，右手往下。盖住我们的头皮，对，手背贴哈，好，然后反复的这样去练了之后呢，一步到位，快一点 2,4,yes 啊，然后这里呢就是四个手型，手型呢其实单独的看很好记忆，方向也是很好记的，上下 and 关开，对了哈，然后这里再加上我们的头，头主要就加给关开两个哈，一起关，嗯，关身体哈，然后一起的开亮相 ，OK， 记一下哈，手和头带起来一起练习五六七走。1,2 关开，哎，对了哈，检查自己的手臂有没有平行，然后手腕有没有力气哈，贴住好，然后这里还有一个脚脚的搭配，脚呢就是退两步，退给这个比数字的这两下哈，然后闭和开呢就在原地去做就行了啊，快速五六七走，然后 1,2,3,4 对了哈，这里再有多余能力的同学还可以去加一下身体的上下律动，这一个如果已经感觉有点费力的同学就不用去听这一点点了哈，你就当看龙门阵一样的 OK 的同学，你就告诉自己第一个动作让自己立起来哈，然后接下来依次的轮换蹲，然后直，然后蹲，对哈，直蹲直蹲相互替换就行了哈，根据自己的情况加或者不加，我们连起来最后一次5,6,7,8 and 1,2,3,4对了哈，这一套动作的重点是什么呢？是每一个动作都要单独的重新去做啊，不要 1,2,3,4 连着的刷下来，使劲的震 1,2,3,4 哎，不要到时候速度一快就开始哦，手软绵无力哈、啊，我们速度快起来做一次5,6,7走，哎呀 1,2,3,4 OK 好，然后这里就是我们的前置动作，接下来我们进主拍的第一拍啊，然后这里是不是一个造型的动作，我们将就这一个造型去打开1,2,3哎，打开到哪里，两个手臂侧平啊，这个如果让大家平平的推出去是超级简单的，但是我们现在是从这一个哎，手指尖朝向都不一样的地方慢慢的变向这里啊，你的想法就要想清楚，手指尖要朝向上啊，然后第二个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手不是弯着到了然后才想起推出去啊，从一开始他的想法是追求打直，打直了然后再去到点位 OK 才会有太极八块的感觉啊，然后还有要注意的是三拍它不是很爽的两拍四拍这种偶数拍啊，三拍5,6,7走，哎，1,2,3嗯，同时加上下身哈、啊、下身呢最主要的呢就是一个踩脚做 U 型跨， U 型跨的重点是什么呢，微蹲右左右哎三个方向，然后注意不要去翻跨啊，侧平对了，然后再去踩一个同方向的脚，哎，感觉像是脚把自己的胯带动一样的，注意踩脚是在原地踩，不要越踩越开啊，不要去走路。好，组合先单独做下身，5,6,7走，哎 ，1,2,3 对了，把它做圆哈，还要做明显。好，组合给我们的手，5,6,7走，哎 ，1,2,3 对了。好，然后这里还有一个 4,4 呢是组合动作哈，先看一下 and 4大。嗯，这个动作是不是超级眼熟，哎，其实它很简单，就是一个内甩和一个外甩啊，但是它有个方向的上下，它不是内甩外甩，哎，没有在下面扫，提起来然后直线的砍出去定住 OK 5,6,7走，四打对，同时产生一个往后退的结果是不是，四打嗯，还坐下去了哈，先找哎，脚呢是去找位置，他没有直接的下去就蹲，好，找到后面了之后用一个甩把自己带到后面去，5,6,7走，4大哎，对了是4大哈，那么也就是说这里做完1,2,3,4大不着急哈，不要去1,2,3走没有这么慌哈，我们尝试一次，哎，三个重复动作加一个层层5,6,7,8
1、2、3，铲铲，哎，好。然后这一套动作做完了之后呢，还是5、6、7、8两个重复动作，一右一左。嘿，好，这一个八拍其实蛮好记的方向，中间一组，右边一组，左边一组哈。然后具体的是看右左是什么动作哈，都是一个三件套的脚，哎，右脚，哎，我们往右边走就先伸哪个脚哈，右脚跟个左右合脚，哎，也就是一个定脚加一个调整组合啊。再想5、6、7走。定方向，然后调整，哎，调整也就是去把它全部闭起来哈、啊。然后这里数虽然说是三次，哎，1、2、3，但是呢，快速的把它理解成是两个脚组合，哎，那一个脚加两个脚，对，把这后面的两个跳脚作为一个合脚去记忆哈、啊。再来5、6、7走，走和合脚。对了，还要注意拍子哈、啊，这里不是5搭6，是5、6搭。也就是说这个定方向的脚是一个长拍啊，要把它做饱满，不要去踩踩踩一直跑。5、6、7走，5、6打。好，然后举一反三，这边就应该是7、8打。对了，然后还有一个小问题，就是我们走路的定方向时候要用身体的背向去定它啊，不要5、6打，哎，朝向那边不行哈、啊、感觉是背把自己拉过来的一样哈，包括说我们做的时候不要去5、6打，踩得这么的刚正哈。第一步定方向，不光是去找我们要走的地方，还要去把自己的身体带过去，你看像是滑过来的一样，就特别帅了哈。5、6、7走，哎，5、6打，这边一样的，哎，7、8打，哎，反复的练。这个虽然说看起来比较难，但是你只要一上手，跳的是又帅又舒服哈。5、6、7走，5、6打。7、8打 ，OK， 好，再组合手，这个手其实跟前面一样的，前面这个，现在只是单手了，往哪边就用哪边的手，那么这边就是5、6打，对了哈，然后这个手是不是就只有两个指令，一个内一个外？其实刚刚脚我也说了，把它想成两个指令哈 ，and 定脚给这一个啊，然后跳脚和给这一个后手就顺了哈，快速的5、6、7走，哎，5、6打，这边哎7、8打，好，快速的总结归了哈，一个是第一个脚要定拍子，然后合脚要快，第二个要用背上去走啊，要把两个方向做清楚。然后这里呢，就是整个第一个八拍，我们大概是分成了两部分来讲解。第一部分是这个3+1的动作组合，然后一右打大，一左打大 ，OK， 好，大纲熟悉了之后，我们把它放出来做一次啊，5、6、7、8，哎，1、2、3、4打，5、6打，7。8打 ，OK， 要检查问题哦哈。好，然后这里我们接着进第二个八拍。如果按顺序做，是不是又该去右边呢？是走右脚，但是变成了一个右造型，哎，推出去点脚哈。然后这一个呢，稍微的用力去做，不是说伸出去就 OK 了，它伸远一点点，哎，不是下去哈，是伸远，它就是这个形状了。同时顶天，哎，噗，好。然后注意哈，咱们的手呢，虽然说想的是顶天，但是开脚是比较开打开的哈，不要去夹着太紧了。5、6、7走，哎，1、2，看到没有，有一个收的状态在里面哈、啊。它不是说这一个动作一共2拍，它不是说一直在这里维持2拍，也不是说马上收啊，快速的把这一个顶的形状做明显了之后，哎，然后给它一点点收的尾巴，尝试5、6、7走，哎，2、2，好。然后这一个做完 pose 之后，又是一个右一个左，但是它是朝右和朝左哈、啊、，and 右。and 左，哎，对，就朝后面退2步哈，然后你走哪边就哪个脚退，这个更顺哈，没有什么说的。注意我们走的时候不要去到处铲哈，一个是很累，二个是没有美观。找到自己身后的那条直线，哎，朝直线后面，朝直线后面啊，然后不要把它想成4步，想成是2步，5、6、7、1走，1步。第二步，哎，对了哈，然后分别给他们手的搭配，走右边这一个苍苍，对，把手关起来就行了，右手先来哈，先把自己流过去的身体哎捂住哈，5、6、7走，3搭，好，然后这边也是一样的，4搭是两个肩膀了哈，两个手变两个肩，哎，这一个其实就是我们基本功的。对，对肩拉下哈、啊，然后注意在做的过程中，我们的手位要
保持住刚刚定的造型，不要去，哎，对了哈，然后这里就是一个小四拍了，两拍的造型加一个快速的三搭四搭，哎，也就是说后面走的这些动作加起来才等于前面一个 pose 的造型，所以说后面很快哈。好，再尝试一次，五六七八，一二三搭四搭，对了哈，然后接下来的五六七八直接把它讲完，到了这个后面之后就比较开心的去做两个晃荡的感觉哈，五六，嗯，一个后倒，一个前收哈。再看一下，首先我们刚开始的脚做完了之后，按顺序又该右脚了哈，直接用右脚去倒，对了，然后这一个倒呢是立着倒，什么意思？不是用我们的腰，是立着，然后放松头 ，OK 哈。然后呢，右脚管的是倒的事情，左脚管的是收的事情，哎，往下垮一下就行了哈。然后这一个呢，就是把我们的重心快速的锁在左脚上，对，它就跟过来了哈。如果实在不行，同学，咱们就立起来，哎，结束也是 OK 的哈，不要去太为难自己。然后这里连起来就是一后一前，哎，五六两个拍就讲完了。然后这个手搭配呢，跟我们身体的导向是完全一致的，一后一前，但是有个上下，是不是也很好理解嘛？身体在往后上，它就在往上。它在往下，哎，它就在往下 ，OK 哈。然后接下来将就这个手去，就转一个胯，这个就是一个基本功的东西了哈。嗯，千万不要让这个手休息了，哎，不要到时候五六六定住哈，并且七转，对。然后一个是要摸实在，不要去空捞啊。第二个呢，要先找到后，对，再去转才是圆的，千万不要就。哎，这个太扁了哈。And 七，好，七了之后呢，给一个下去甩身体，但是他给了两个手点位是八大，不像我们平时咻就下去了，是不是？八大啊，先找一下一个摸脚的感觉。然后呢，你说两个摸的结果是把自己摸到了下面啊，五六七走八大，对了哈。好，接下来就是超级常规的起身搭配，哎，记都不用记哈，这一个基本上都是下去就起来嘛。好，然后这里想一想哈 ，and 一后一前转加下下起，对，起已经是第三个八拍的动作了哈，我们放在下一部分讲。但是先有个印象，免得待会儿我、哦、跳到这里脑子空白啊。OK， 然后五六七八快速的再想一想，首先是衔接的直线推。然后开始后线前线加换方向转下。去，哎，对了，数拍呢还是比较好数的，前面三个动作都比较均匀，那么就是五六七一拍一个，后面呢手是快的哈，然后身体还是八道的正下，也就用手去快速的卡个点哈，八大，对，直接就把自己带下去了。好，然后这就是整个第二个八拍动作，第二个八拍呢是衔接了上面的右走走左走走，然后弹造型加一退加二退加倒收转下下起。好，大纲有了之后，我们把动作放出来做一次啊，五六七八，一二三搭四搭，五六七八打二 ，OK， 好，然后这里还剩一个，就是去衔接前两个八拍，衔接动作 ，and 走踏踏走踏踏吹，对，直接的推出去就行了哈。然后这里还有个地方，就是刚刚好像没有说到，这个手要保持，是不是？做另外一边的时候，右手不要掉了，好 ，OK， 然后我们把整个前面教的动作连起来做一下 ，one two three， 这里开始哈，五六七。八 ，1, 2, 3, 4 ，and 一，二，三，四，搭，五，六，搭，七，造型，二，三，搭，四，搭，五，六，七，八，搭，咻，哎，就是这样的哈。然后我们跟着音乐合一下这里，准备 ，1, 2, 3, 4 一，二，三，四，搭，五，六，搭，七，八，搭，二。2, 3打4打5 6 7 8打3